今日我哋会着上一套 RaceFit 嘅 AI 智能衣服。当 Christy 进行健击嘅时候，智能服上嘅 AIT 感应器就会自动追踪同埋分析佢嘅动作。而家系统就话我知，佢向前攻击嘅时候，膝头嘅角度有啲偏差。我可以即时改善一啲我之前根本发现唔到嘅弱项。